才刚来就跑掉。他都隐约把他带到这边来。我在找东西。乱带。哇，看到他被暴鳞龙的屎弄到。暴鳞龙的什么弄到？大便啊。为什么大便对他有影响？你真的是没被炸过哎、欸。那是鳞片吧？啊痛！那鲤鱼龙身上的也是你，你跟他说是大便啊，一样的道理啊。可是他从嘴巴吐出来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嘴巴吐大便，怎么吐大便？你嘴巴吐大便？要可能构造比较特别一点。原来，就是那个都看起来，那这样已经苦摇了。什么东西？嗨，你们好。是不是在不知道丢亮亮的东西啊？我怎么觉得它好亮、啊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在丢亮亮的东西啊。嗯、做哈记啦。啊，没有啊，我在很远的地方哎、欸。哈记在打另外一只。没有啊，我在到处捡东西。老讲嘛，我就去捡其他东西玩了。我在捡骨、啊。对，应该捡其他东西，然后让亮亮练。对啊。那我睡了，哎、欸，我睡了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我睡了、他也睡了，他也睡了。哎、欸，别跑！他也睡了。小兔兔，啊，让我睡一下。你,、啊、你抓到？哎呀！你没有说你要帮包童，我的天哪！你鹿角。哎呦！你好好哦！哎呦，快点哦！就舔你！喂！要捕捉喽！要开始喽！往前走。找别的东西。大便！我看到大便了！大便别跑！哪里大便别？我决定给泱泱去练习抓，泱泱你去吧。好。那我要去做别的事情了，拜。大便。欸、不来看看吗？不用看、啊。我相信你可以的。捕捉就捕捉起来了，还要看什么？现在就可以捕捉了，两千。可以啊。放哪里啊？就他，你应该有他的追踪的亮光吧？不知道，刚刚亮光跑断了。标记他嘛，看小地图啊。不要看，叫他去。嗯。他是，萤火龙过来揍我啦！我想说为什么不能那个？再慢一点会更多来找你。没有，我已经过去了，我没有停顿。哦，那说在泥巴里耶，你就把他打醒啦、啊！你先在旁边放陷阱。哦，然后打醒，然后诱惑过去。对，不然水里面不能放。哎，这个旁边也不能放。你要看哪边能放的时候放好，然后把它引过去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里都不能放啊？这里的位置是怎么放？对，找个陆地。可是我在岩石上面啊。你不能在会破掉的岩石上面、啊。那个会破掉。哦。嗯、那不就好了？哦，这个好了。嗯，有了这边。陷阱多久会消失啊？是啊，你是要抓很久是不是啊？过来呀！我打他、啊。你要去哪？有了，我是、哦、有了！快！快点！我来踩。孩子。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取消不掉画面。取消不掉画面，取消不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在捡香菇，然后我刚好满了，跳那个四窗画面，然后我就卡在那个画面了。嗯，回去喽。呀。早安。早安。阿基，可以了，我们可以。三。三。他记得到处找东西，应该是三颗头石。
哎，那三颗还是三个那个石头哦。三个石头好哦。可以可以很可以。你看我踩一下子六次有没有？大踩一波哎、欸，真的。大踩特踩哎、欸。你会踩，很会踩。我早就给鸳鸯打了啊。啊？什么东西？叫我？可以帮你开地图打。嗯。嗯？让你练习练习。哎、欸，那个。嗯，调查资源管理所受委托的品项可交货，交货啊，去交货、啊、会很困难吗？调查资源是这个，达成交货委托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就这样子，交过你几次了？说，都到去钱，那就是要打什么呢？呜呜，不要不要，火龙太可怕。到了，嗯，冒怕闪现来打他，是火龙，不是有毒吗？还有毒又怎样？闪现来打他就好了，还有毒，我还照打、啊。可是吃火龙，那不然吃火龙，你要跟我们，你们要跟我一起打，就打啊，对啊，打。我有四颗的，对啊，力战吗？力战吗？找打啊打啊，想打就打就打、啊。力战，然后四颗紫色，我去采药。吃火龙是异星任务。一星的难度哦，啊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我感觉很难呢。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好奇怪啊！他不难啊，只是你不想打他而已。就只是怕你遇到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怕，不去面对。你是猎人呢。可是他会毒又会烧。哎，不会带解毒的东西哦。被烧就滚三圈啊，被毒就是解毒药而已啊，是这样而已啊。不过。练到两颗超星，超星很难打到吗？嗯、你要跟聊天室聊天室。超星不是说在背心模式那边蛮好打到的、嗯、哦。等一下，龙属性啊，龙属性是吧？更变装备，伤害略。看看能做什么调整。力攻击足，体力足、啊，这个不要了啦，换这个了，这个留着，换这个了，换这个了，这样多少了？五。我去采药，采药哦。那我可以去吗？我已经换好了、欸。有一个人陪我、啊。已经换好了、欸。换好什么？采集的装备啊。好的。不然我第一猫之后你们再过来。哦、好啊。那我们先帮你两猫之后你再去第一猫。哎。欸干嘛？虫也会咬人，我们可能被虫咬死啊！对呀、啊，很恐怖、欸。不可能？可能好吗？我们这什么装备啊？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可是，看看，是，酱油上来啦！哎，风牙，精灵加护，只剩血液还不装个。酱油，在看台的酱油。知道装备吗？知道装备是资深学士，然后弟子学三，潜伏三，威吓三，采集达人一，导虫反应距离 up， 采探索者之幸运，全部都是全部都是采集用，对吧？刚刚好的那种。也是啊。可恶，我之后要配一套。交给洋洋了。我要带我们，我都不会玩。对啊，我们是新手。我们是采集队的，你是狩猎队的，你要带我们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是后勤的。原来是这样的吗？嗯。啊，这个。不然你觉得船长的那些东西是怎么来的？
什么东西？船上？船长的东西是来的。船长，他去拿的，不知道他去狩猎。就是我们去狩猎给他的、啊。哦，啊，被丢包了。有人跟我一起被丢包了。在第几？看到了，赶紧走在这里。走喽。哦、你们是为了采集才走一营地的吗？还是啊？哎、欸，对耶，我要去一营地采。我看一下，不送来一路采下去。哎、欸，我没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做一下陷阱。我要炒能干嘛、啊？居然没有陷阱。加火药吧。萤火龙大金哦。哎呦，大金呢 ？I king。萤火龙一起帮。打金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萤火龙打掉啊？好啊，我们就穿采集中吗？穿采集中打要不要？有没有种？没有，敢不敢？我才真没有种，我踩到光虫了，我可以打了。看一下，我回去啊，没种，回去拿个道具，我一瓶药水都没拿、欸，捡啊，地上都是捡啊！哇，这么哈扣。东西都靠地上捡来的啊。嗯，不应该走。他扣模式。我去打萤火龙、嗯，我目标萤火龙，大金带回家。嗯。是。耶。对，我应该带肉去烤肉还是？嗯，在。不用带啦，地上打。力雷床，对、啊、打肉石龙就好了。草石龙啊！我、哦、草石龙。哦，你要拿食物是肉肉。在你旁边烤肉啊！我现在很饿，不要这样子。这样子。我饿到胃痛。哎，是这里哦。不是，我不知道导向这一只，你导错只，导错只，导这一只。这次那他去哪了？水的地形吗？来了，他在一号，对，这个吗？这一只哦，你错了啦，你错字了啦，哦，这只不是哦，这只是我们的，那只比雌火龙还凶哦，他会打我吗？主动会，嗯，他看起来不太想理我，先吓你，你看他吓我，他吓我了，因为我导虫去别的地方。啊、哎呦！他们硬虎，哎，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干嘛？这里你就这里，好，我看到他了耶，他那样子，哎呦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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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采集队员袭来了、啊，我被他踹了。啊，抱歉，我按到了。转圈了，转圈了。啊，太晚了。前面你走开啊！喷火！他大叫了一声。这一只吧。啊！我被吃了！啊！请问哈基队员，你们来讨伐萤火龙了？我回去换装了。我穿采集装哎。啊，这里要采集装啊！好好，我采集装。我这穿采集装啊！我现在身上装备都是，现在材料是捡来的了。路上捡的材料。啊，那我道具也全部放回去。可以。哎呦！来一波，再次。啊，没了。哎呦！
欸，等一下啦，我在青蛙旁边传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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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晕了，可以射到我吗？完了完了啊，来不及。别我走，射我，我来不及射你。我该吃迷药吗？没毒。该不该吃迷药呢？好，我去吃一下吧。哦，穿采集装来打架，刺激！我被碾过去了。哎，我的转喽。小地图如果变紫色，什么意思啊？变什么紫色？你是不是踩到那个烟雾？你在隐藏状态，你在躲藏状态，看不到就对了。然后紫色就是你隐藏，但是他看到你了。哦，哎呦，奇怪，我都不被喷喷。他们在打架了吗？他跌倒了。哎呦！那对，啊！啊！你们两只，哎！冲杀！你们两只行动很奇怪。麻了。他有麻吗？他有麻吗？哦，麻了，都有。哇！哇！自己倒下哦，剩一次哦。我不然跑到小，至少把这只杀死。为什么啊？我杀死我还有大金在啊。他有成就啊。不小心走错路了。有外挂，什么外挂？吐！我走错边了，抱歉。哇，你把耐力雷冲刺掉啦！你是硬火还是磁火啊？他是硬火，他硬火。我在我呢，他掉下来了。他要转了哦。哦，要很谨慎哦，因为采集中很恐怖哎。我要去打喽。注意三猫哦！哎呀，我的输出超过你了。你们都超过我了。刚刚没有啊，我刚才开始打架。啊！不要推我屁股！不要撞我！我没体力了，我要死翘翘了。他跑！哦，可以抓！他掰了！抓他！我没有任何那个可以做陷阱的。我可以来我说。哎、欸，啊，太好了，没闪到，不是没闪到，哎、欸，没闪到，他掉下，有了，我来，哎、欸，小心，有了，抓到，完成任务，为什么？后面还有一只，赶快跑，后面还有一只。麻了，好麻、哦、好麻，脚怎么那么麻？啊 ，no！ 哎、欸，有大便。我就让他去帮你枪了吧。好，我给他第二个目标打屠杀龙哎。已经两猫了，不是吗？好、哦，该过去了。好，采集装吗？你怕采集装吗？我还是穿着啊。萤火龙都打过了，这有什么问题呢？一个是力战，一个是普通哦。不是一样的，那刚才那萤火龙是普通，不讲哦，没关系啊，怕什么？好，回去而已啊。嘿，我看，哎，怎么没有骑上去？你来了，这只雌火龙怎么绿绿的？地战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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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战就
玉山是绿色的、啊，地上颜色都会这么都会不一样、啊，比较深，颜色会稍微深一点，欸、这么有点沼泽的颜色。哎呦，啊我没有补血装哎、欸，我没有补血要去，哎呦，快去捡快去捡，这附近有。啊我有烟雾，逃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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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我穿隐身装。好。谢谢你的烟。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的隐身装爆了。超快！啊！我有隐身装，踩到了。啊！我也被看到了，真的要猫了，真的要猫了，不行了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快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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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跑！他也跑，他也跑了。好了，回去换衣服吧。换衣服喽。好，换衣服。两点。九星要怎么把一至九星全清？全清就一个一个打，不是吗？什么东西？对。对，我要出去拿东拿陷阱，陷阱刚用掉了。哦，你说新世界那个、啊、新大陆的白风吗？对吧、啊？就是把一到就是、全部的自由任务都解过，嗯，就有了。嗯，哦，啊啊，没有没有，叫导虫带着我。嗯，反正你好断嘛。上了。啊！仙人掌耶！地龙地龙，其他其他其他。不是，赤龙在这边。啊，他这不能踢他吗？踢他就赶快跑啊！仙人掌会帮你打。哦呦！真的假的？我靠塞！对啊。斜坡碎啦！哎、欸，没按到，再一次。啊！我被捅了一刀。没按到，再一次。对啊，够了啦，够了啦，已经失败那么多次了、哦，算了啦，好了啦，阿吉，双刀再滑一次，喂，哎、欸啊，倒了，我也是这样滑就倒了，那现场那转圈圈好烦哦、喔。